皇兄当然不会干涉我的婚事，当初他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不还是娶了你吗？宫中何人不知晓皇兄心中人究竟是谁？皇兄是可怜你家境贫困，被绝婚后无地可容，你才能在储妃位上安坐。 五妹还是请回吧，日后无事就不必来东宫了。待你出家月事之时，吾定会替你添妆。你真是冥顽不灵，非要与王家人共沉沦。我这就去找母后说理去。 皇后如何了？五公主闹了一番，将皇后气得心悸，此时不肯言语，也不肯用膳。我去劝。可皇后谁都不想见，怕是程娘子去了也无用。父母生病劳力时，嘴上虽说着谁也不想见，但心里不知多盼着孩儿能冲进去。只要不信，不信我有法子。 皇后一整日的未曾进食了，多少吃些吧。坊间传闻，莫要放在心上。皇后，快瞧瞧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。皇后胃口不好，不想用膳。 我不是来劝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快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胡瓜，忙了好些日子才种出这一些呢。胡瓜可是西域的贡品，我没有吃过，但是皇后吃过。皇后帮我品鉴品鉴。 我这胡瓜跟西域的胡瓜是否是一样？怎的如此咸？哎呀，我拿井盐腌制过了。 不过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又放了一遍盐，我忘记了。既然如此咸，赶紧喝口粥压压。还是咸吧，再喝一口。你这胡瓜。 倒是开胃，如今鱼也吃了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又不是来找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还未曾说是我这胡瓜好，还是西域的胡瓜好。就你鬼主意多，贤臣这般，让我如何比较？ 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晚些再做一些甜的过来，皇后再尝尝甜的如何？甜的也压不住咸的。那就酸的，酸的定能压得住啊！你这孩子真是赖皮，就你这手艺，我要咽下这些胡瓜，得用多少粥来配呀？皇后要是愿意多喝两口粥，少上求之不得呢。 口中还是觉得咸，那便就多喝两口。走，快走吧，走。
里面有程娘子服侍，你我就别打扰皇后与程娘子说提几话了。想不到皇后在宫中还能遇到这般宽心之人，十一郎真是挑了个好心腹。娘子怎么不进去服侍啊？少商妹妹在里面陪皇后说话，翟老特地叮嘱过，你我别去打扰他们。这武将女真会找机会攀附，这才进宫几日啊？怎么，有她在的地方，你我便都不能踏足了吗？咱们还没嫁去西北呢，倒是她先登堂入室了，非但抢了皇后不说，就连林将军也。若是洛娘子能嫁给林将军，我们又何必去那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春条住口，此事不许再说。西北再苦，也是你我的命。有人天生命好，嫁得如意郎婿，又有帝后庇佑，你我也怨恨不得。洛娘子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要是换做那几位公主，看谁能轻饶她。想高攀帝后，也不看看人家亲儿女答不答应。